啊，包不住啊！高考成果，百日不寒。光复高雄，百日不寒。光复高雄，我们的。接下来的日子是我们百富高雄，百日霸寒光复高雄的起点。今天是我们二阶联署的终点，也是我们最终目标的起点。一直以来，我们高雄人面对命运、面对灾害，从不逃避，总是正面迎对，总是正面迎击。我们会坚持在这里，一直走到最后。百日霸寒光复高雄，100天以后，我们相约在一个更好的高雄，没有韩国瑜的高雄见。谢谢大家。我们希望高雄市选委会在面对这每一张的联署书、每一个市民的期待的托付的时候，不要糟蹋他们，不要再用于法无据的规定来去做最严苛的审查，因为唯有大家一起团结努力，高雄、台湾才能够再进一步往前走，我们才能够让民权得到实践。让人民通往自由。那一路走来，我们面对到高雄市政府很多的两面手法，以及今天虽然送到市选委会，可是呢，陈雄文担任这个市选委会的主任委员，明显的违反公职人员利益冲突回避法，所以今天我们四位也会正式的具名检举，向中选会、向监察院来检举这个市选委会。在未来可能的这个行政不中立，我们还是要再次呼吁，选举罢免都是我们的公民权。我们希望市选委会能够秉持一个中立机关的原则，不要做韩国瑜的打手。一、二、三，掀开我们的政袖遮羞